好，我们先请大家先请合掌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具，大家阿弥陀佛。好，我们看一下课本13页啊，讲到为什么要说般若波罗蜜经。那么龙树菩萨讲到有21件事，那一顺导师啊的笔记里面把这个啊，我现在我们要讲的这个受请转于甚深法轮，这个是第3件。那这里虽然啊，主要是讲因为要转甚深法轮啊，所以说般若波罗蜜啊，像前面我们也讲这个放光啊，那是为了转甚深法轮啊，那也会放光。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课文啊，他说啊，经文。菩萨出生时放大光明普遍十方啊，这个我们上一堂课有说了啊。那么接下来啊，就是一般就是放光动地了啊，然后光明遍十方了。好，那接下来就是生下来之后啊，这里没有讲到右胁出生啊，不过大智论卷50的时候有讲到右胁出生啊，我们可以看一下黑板啊，就是卷20的时候是讲处胎成就。卷30是讲升光成就啊，就为什么放光，然后卷35跟卷50都讲出家成就，其中卷50有讲到右胁出生啊，那这个右胁代表什么，这个上一堂课我们也有说了啊，那所以接下来要讲行至7步，事故观察作狮子吼而说寄言，我身胎分尽是罪末后生，我已得解脱当复度众生。好，我们现在要讲这一段。那菩萨出生后就能走7步啊，而且四顾观察，观察四方啊，然后说了一句话啊，那这是我最后一生了 啊。那一般都会讲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好，那这个龙树讲的我身胎分尽是罪末后生，我已得解脱当复度众生。好，那这个一般来说啊，那各个经论讲的都不一样，我们先大概这样讲啊。第一个就是最简单的是易足经的啊，最简单的易足经是佛陀时代就已经有在流传的经籍啊，就是说佛陀时代佛还没入涅槃，佛还在世的时候，那么就已经有传说佛说的法啊。那一般来讲就是比如说像法句经经籍啊，那么这种都是佛陀时代就已经在流传的了。那经籍里面最主要的就是最早的大概就是译品跟彼岸道品，那译品就是易足经啊，就是我们翻的所谓易足经啊，还有彼岸道品，这两个大概就是佛陀时代就有在流传的了。好，那是最早的了。好，那像阿含经这个都是佛灭后大家是结集的了。好，那我们就举最早的易足经的记录啊，他怎么说啊，我们看他比较朴实，相对比较朴实。好，我们看一下，他说地大动啊，这个放光动地，这个龙树还没有讲啊，就讲现大光明啊，悉照一切啊，那这个就是遍照十方了。好，那么走下来就会走7步，无所报与，就是没有人扶持啊，跟这个一样啊，无人扶持一样啊，堕地行7步啊，所以一样变左右视啊，你看他这个最早就是左右视而已，后来就变成环顾四方啊，然后后来环顾十方。等一下我们会列出来啊，就是比较看看，你就会发现在对佛，就是对于佛陀观这一件事，那么
越后面的就越详细，而且越殊胜了 啊，通常都这样啊，你会发现到这样。好，那么最早就是这样，《易足经》的啊，《易足经》我们说是易品啊，这个是非常早，佛陀时代就有在流传的了啊，佛还在世的时候啊，就易品跟彼岸道品啊，这个南传的把它编在那个经籍里面啊，这两个都是最早的啊。那像《阿含经》啊、《杂含》，这个都是佛灭后才编辑的啊。那这个是之前就有的，还有像《法句经》、某些《法句经》了。好，那他说左右是出生眼啊，他只讲这一句。你看，三界圣古何可热者啊，就是啊，三界圣古何可热，只讲这样。好，那我们来看《禅阿含经》里面有说到所谓的诸佛常法，就是说所谓的诸佛常法，就是说以现在释迦牟尼佛的例子啊，我们说四相成道，后来说八相成道啊，就是说从出生啊，那么转法轮啊，然后成佛，出生成佛转法入涅槃，后来就开始啊，就变成啊八相成道，那有各式各样的八相成道。好，那以释迦牟尼佛为例子，后来有所谓的诸佛常法，就是释迦牟尼佛是这样，所以一切的佛都是这样啊，从前面的迦摄佛啊、居那含摩尼佛啊，然后到未来的啊弥勒佛啊，比如说释迦佛有大弟子舍利佛，神通第一的啊，还有智慧第一的，有侍者阿难，有一个儿子罗诃罗啊，然后有一个太太耶稣陀罗啊，然后他是右胁出生啊，然后出生就会走路啊，那这些其他的佛来成佛的时候也都是这样。也都是这样，所以他叫做诸佛常法。后来就有变成以释迦牟尼佛为例子，所有的佛都这样。那你说有可能所有的佛都这样吗？应该也不会应该说并这个是以这个娑婆世界的啦，那其他方世界的有可能也不一定是这样。好，那你说像比如说我们如果比如说这个极乐世界的啊，那极乐世界它是化身的，它就不一定有这个啊，那它也不可能有妻子，不可能有儿子，它就不可能有这样啊。好，那但是这个是从娑婆世界，就是来这个世界出生的，基本上啊，诸佛常法它就是有这三件事啊。他说从右胁生啊，然后专念不乱啊，就是正念，然后堕地行七步无人扶持，然后接下来就是也是类似像这样，你看遍观四方啊，他这里就讲到四方了，那这里只是讲到左右四而已啊。那到底讲了什么话啊？我们可以这样讲，从左右四到遍观四方，从向北方走七步，或是没有特别指哪一方，就走七步，只是讲走七步。后来就有特定的方走，向北方走七步，后来就向四方走七步，后来向六方走七步。到了大圣经典，向十方走七步，啊，那么每走一方就讲一句话，啊，所以最多有讲六方，那么多讲了六句话，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佛传里面，我们上次有讲到佛传，啊，那么各个部派流传的佛传，那么会依据自己的想象或自己传承下来的或自己听到的故事，那么会。都会加一点，加一点，加一点，啊，那么经也是这样，经也会加的啊，就是你想律，一般我们讲经是佛弟子也可以讲的，就是佛陀流传下来就是法跟律嘛，法跟律，那一般来说法是佛及佛弟子都可以的，佛及佛弟子，那这佛弟子也有在家也有出家的，啊。他听佛说，佛为他说，或是他在家弟子也有很多正出国、二国、三国的，比如说像持多长者，持多长者也为比丘说法的，持多长者也为这些外道说法啊。那么他是智慧第一，那所以佛及佛弟子，那佛弟子一般来讲啊，多数都是出家的了啊，那也有少数是在家的啊，比如说像《大乘经》里面讲的那圣曼夫人、茉莉夫人啊，他也很会说法。好。那这个法是佛弟子都可以说的，但是律来讲，只有佛能治。佛说治者不可以改啊，这大家是解体的时候已经是制定这样的一种规则了
佛已经治的不可以再改，佛没有治的不能增加。那佛法不是啊，佛法是大家设结己了之后，他也有其他的人说，我听佛这样讲，我听佛这样，他又加了又加了啊。这佛弟子本来就是法里面本来就有佛弟子的啊，弟子所说说啊，就本来就有啊啊。那但是律没有，律只有佛治，你不能说那后来弟子加不行的，佛灭后已经是这样规定了。但是说是这样说，我们看现在的多部律，四分律、五分律传下来的五部律，四分律、五分律、升起律、根有律啊，那然后还有南传的同叠律啊，然后这种就是还有同叠律，就是意大利像我们说的三件律啊，它没有方文卷，但是这些它里面主要的是一样，但是其他的不完全一样。好，我们举一个最大的例子，像我们中国是以四分律为主，四分律的重学法有100条啊，比丘尼我不晓得是不是100条了哈。比丘戒里面有100条重学法，照理讲律是，律是只有佛，佛已经治的，佛已经治的不能改，佛没有治的不能加，照理讲是这样啊，这是大家设结己的时候就这样规定了。但是经就不一定啊，经就是啊，我也听佛这样讲，听佛这样，佛弟子也可以啊，法也是啊，佛弟子所说法也是啊，所以就加到最后太多了嘛，所以又分成四阿含嘛。啊，其实是这样，但是律没有啊，律它就是不能改了。好，虽然是这样讲啊，四分律的重学法100条，你如果看四分律的广律啊，你会发现到它非常重大。四分律有一个就是法藏部的，四分律是法藏部的啊，我们稍微来讲一下这个概念啊，因为像这种佛传的东西啊，那么对。比至于法跟律，它改的范围更大，改的范围更大。律是不能改的，都改了。那法是可以改的，当然加的就更多了。那这种佛传的，它会加在一般前面我们讲嘛，它有时候会加在律里面，就是律流传出来的，最早都是从律流传出来的啊。那么它在广律里面呢，啊，你看四分律重学法有100条，其中。24条是跟塔有关，他重塔。24条跟这塔有关，2条跟佛像有关。啊，就26条了。这26条，其他的律典里面一条都没有。啊，那你说四分律，像我们大家说四分律的比丘，你说四分律就知道，不可以，啊，不可以持佛像从大小便出过，啊。那么不可以安佛在下座，挤在上座，在上房啊，安佛在下房，挤在上房。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佛像啊，但是他也把它置进去，所以很明显是后来加进去的。那么关于塔啊，那么这个不可书脚向塔座啊，类似像这样的。那么总共就有24条，那么最多的有113条的样子。啊，好像是十诵律还是升起律，我忘了，就是113条，里面一条跟你塔的都没有，他单单塔就赚24条，你看，那这些都是加进去的，26条都是加进去的，其他的部派一条都没有，啊，南传的也没有，北传的也没有，就只有他有。那么你就发现到说，我们所谓的经跟律，啊，那已经是这样子了。那佛传的话，你会发现到，等一下我会把它抄起来，你就会知道，本来是啊，像这个是最原始的说法。那我们上次讲过，佛传的集大成者就2部嘛，一个就是《佛所行赞》，一个是《佛所行赞》，一个是什么？《佛本行集经》，这2个是佛传的集大成者，就是综合所有的部派啊的佛传来描写的。那《大智度论》是大乘的集大成者。所以里面讲的很多故事，那么其实是有一些部派它流传啊讲的。那么我们说过这些故事，我们有时候我们要从佛教史的发展，就是佛教本身就是缘起，它本身就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部派、不同的人，它都会有不同的说法。啊，那你会发现到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啊，比如说我们讲说摩登伽女与阿难这一件事，啊，最早的说法没有那么复杂，后来就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复杂。本来没有咒，后来有三句咒的样子，一句咒、两句咒，反正就是有一小段咒，后来就长一点，后来变成楞严咒那么长了，啊，误会了啊！就这个就是你又发现到它是慢慢发展过来的。好，那佛传也是这样，现在大智论记载的这些佛传，啊，那么。基本上我们要就是说他是我们第一个要记住就是说龙树是大圣的集大成者，所以他可能理解或收集了很多有关大圣的这一些佛传的一些概念啊，所以他也把它写进来了。好，那现在我们来看啊，就是说像彼岸道品啊，那长阿含这个，那么这个看起来都还比较朴素一点啊。那你看他讲什么？他讲天上天下唯我为尊，啊，那三界女毗婆沙基本上也是这么讲，啊，但是后来我们也有讲唯我独尊啊，这个是翻译的问题而已，啊，一般我们就是举右手啊，太子举右手，那一生下来老实讲是没有办法走路的，但是他一生下来就能走，那我们说过这个跟他是刀立天人下来啊，这个有关系了啊，就几岁啊，那么唯我独尊啊，等一下我们再来写。那么要度众生生老病死，好，他通常最主要的啊，就是我比较过，就是佛到底讲了什么，生下来到底走几步，那么讲了什么？那如果十方各走七步，就七十步了。如果六方各，这个是大圣的，大圣才讲十方啊，其他的都最多讲到六方啊，那六方各走七步，就四十二步了。那如果四方各走七步，就二十八步。啊，那一般来说，就是他只是讲走七步，那么有些还讲啊举右手啊举右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还有些还这么说啊。那这里你看，他就到这里，他就是遍观四方了啊。龙树讲的也是遍观四方啊，就是遍观四方。一般遍观四方就是这样，但是他也可能是形容词，但是基本上他就是有表法啊，有表法啊。那么举手而言啊，那有些说举右手啊，基本上是这样。啊，那么天上天下唯我为尊，要度众生生老病死。好，我们说他到底说了些什么？主要是两件事，一个就是这个啊，天上天下唯我为尊，就是我是这个世间啊最尊贵人。当然很多人在讲，那我是什么啊？我就是说他是要来成佛的，这件事只是他要来成佛啊，那么要度众生生老病死。那么这个如果想从这里来讲。啊，他就是要出生死，一般来讲是他要出生死，啊，因为龙树的这里是我最后生啊，是最末后生，我生胎分尽，我生你尽，就是我不会再来投胎了。龙树讲的是要他要出生老病死，啊，那这里说的是要度众生生老病死，就是说他不断自己出生老病死，也要度众生出生老病死。那么这个在阿含经里面是常常说到的，就是说佛为什么出生在世间？因为世间有老病死。那么，那要佛出生在世间，就是要来为世间的人说出老生老病死的法，老病死的法。啊，假设世间没有老病死，他不用成佛啊。那么这是因为世间有老病死，所以那么世间的人都没有办法出生老病死，没有办法出老病死，所以他。来告诉大家怎么出老病死，他就是要来出老病死的，啊，那其实这个在《阿含经》里面常常提到这件事。好，那么我们先大概记一下，因为等一下我们要写这个其他的。那第一个就是《易注经》里面大概是最朴素的啦，啊，左右四，然后讲三界圣苦何可乐者，就讲这样，啊，这个是最朴素的，啊，那长阿含里面讲这个是诸佛常法三件事，右胁出生，那么走出生啊下来就走七步，然后遍观四方，然后讲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啊，然后要度众生生老病死。好，那么我们来看其他的经典怎么说啊，我们做比较才会知道了。那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个呢？因为我们看的书哈，普药经。
因为我们看，因为尤其是北传大圣的经典非常多，那么各个记载的都不一样啊。那我们常常会有一个问题，我们要到底要相信谁的？但是你就是要有一个观念，第一个他在什么时代出现的，哪一个地区出现的，是属于哪一个部派的，那么这一些就会告诉你他为什么这么说。那你一定要知道，即使是佛法也是缘起的。你像唯识啊，从据称是弥勒论师，然后来无着，来世亲啊，来护法，来戒贤，来玄奘，来窥基啊，这也是一直下来的啊，它也是一个，也是一直演变的。像般若经也是啊，啊，从讲无我，讲空啊，到我们最早讲啊，道行般若最早的道行品是没有讲空的，讲无我，然后讲空，从三空到七空，然后到十三空，到十八空，到二十三空，你会发现到说它有一个就是演变啊。那么大乘佛法也是这样啊，也是这样。那你不管读哪一部经，你了解到这个第一个这部经的年代，它大概是哪从哪？比如说你，比如说华严经，华严经里面的很多说法啊，华严经不是一时一地一人啊，当然他的很多说法都跟那个西域那边啊，那比较有关系啊，那所以他比较会有那一种就是那一代的佛法流传出来的比较多啊，就是会有那一种。还有翻译的人也有问题，翻译的人他怎么翻译啊？那么跟比如说求那巴陀罗翻译的基本上都是如来藏系统的比较多。那么这一些你了解了之后，你后来在研究佛法、学习佛法的时候，你就会比较理解说他为什么这么讲啊。比如说玄奘必然重，从戒贤那边的，他必然就重唯识啊。那你会发现到唯识基本上跟有部跟部派也有一些牵连啊。那么你了解这一些，其实有助于有帮助于你对佛法一本经律论里面，那么来看待他怎么说这件事，那么你比较会清楚了啊。那比较不会说啊，你看了这本经，然后这本经又讲跟他不一样，这本经又讲跟他不一样，你会乱掉。其实不会啊，你有一个次第，然后你有一个脉络，你就知道哦，是原来是这样，然后后来变这样，后来变这样，后来变这样啊。那你会发现到这个时代的、地区的跟每一个人不同的啊发展。好，那我们来看普药经啊，我们上次讲过啊，这个佛传里面啊非常多。那我们来看从比较朴素的，就是易竹经啊，易竹经里面你看它讲的就比较简单啊。然后接下来这些佛传啊，卷二里面他说堕地行七步啊。那我们再来跟大智度论比较了，堕地行七步啊，这个是一般都是这么说了啊。那么然后他就想我当救度，他堕地行七步，你看他没有讲向哪一方什么样啊，他只是讲堕地行七步，然后他就讲我当救度天下啊，我当救度天下，这个跟易竹经里面啊，不是跟那个长阿含里面讲的是一样的，我当救度天下，为天人啊，天上天下，我将救度天上天下啊，就天人啊，天跟人啊，我将救度天上下，为天人尊。这个翻译过来就是天上天下唯我为尊，唯我独尊啊，翻译过来就是这样，我当就是我要救度天上天下啊，那我能救啊，所以翻译过来就是天上天下，就天人师啊，其实就是这样啊。所以天上天下唯有独尊的，原来就是我要救度天下天跟人啊，人天啊，那么为天人尊。这个是断生死苦三界无上，这个也是大智论里面讲的啊。所以我们刚才如果有看那个长阿含啊，类似他类似像这样，大智论是说啊，我生胎分尽，是罪末生，我已得解脱，当复度众生。他这个是记的啊，翻译的，这是鸠摩罗什翻译的啊，他翻译的比较顺，比较好看一点的啊。他说：“断生死苦，三界无上，使一切
众无为常安啊，是。后来我们就可以比对，像《金刚经》讲的，要救度一切众生，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你可以比对看看啊，它就变成是六道四生了啊。这里不要，这里主要是天跟人，因为早期佛教认为可以解脱的就是人跟天而已啊，天和人这两道啊，其他的是不太可能得解脱的啊，所以就是为天人师。后来就变成要度一切众生了，后来变度，后来到了慢慢发展到中国，就变成专门度鬼道的众生、三恶道的众生，啊，那最典型的就是像啊《地藏经》啊《十轮经》这一类的，啊，那么基本上就变成专门要度三恶道的众生，啊，那其实原来像《地藏十轮经》跟《地藏经》这类的，也不是要度地狱或是度三恶道的众生。它的最重要是要度人跟天，但是让人跟天不堕三恶道。我们上次讲过嘛，修行的三个坎，第一个就是不堕三恶道，不堕三恶道，让人跟天不堕三恶道，主要是人，让人不堕三恶道。那《地藏经》像地藏菩萨这个是比较倾向于除了度人之外，那么第一个坎，它重在第一个坎，让人不堕三恶道。啊，十论经也是这样的，他并不是要去三恶道救人，没有，不是这样的。后来就变成发展到，啊，像我们很多法会啦、超度啦，后来就像焰口啦这种专门去度鬼道、地狱道的众生，就变成这样子了。啊，其实这个是后来演变的哦。所以，比如说，那你说我们在看待一部经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它是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地区，或是哪一些思想演变来的，那么这样你就不会乱了。你就不会说，那你这样讲，那地藏经不能信哦，没有地藏菩萨喽，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哦，啊，所以很多人他没有办法理解这个经典。你就像我们现在看大智度论，那么大智度论，我们先要知道他是大圣的集大成者，所以你也不能说，啊，他说的故事你全部都认为他讲的是事实，也不是，啊，比如说像我们讲说他讲耶稣陀罗怀罗侯罗的时候怀孕六年才生下来。啊，那么这件事基本上它应该是比较后期传说出来的啦，啊，那慢慢它也把它加进去了，啊，那其实是这样。所以你用这个观念来看其他的经典，你很容易抓住这部经典它为什么这样说，它为什么会这样说，那你就不会变成真正的它要说的你没看到，啊，那你就不能了解这部经典这样说的真正意涵在哪里，啊，其实是这样的。好，那我们来看啊，这个《普药经》里面说到啊，他说这个他也是两件事啊，就是天上天下唯我为尊，然后他要出生死啊，度众生，这个跟《长阿含经》讲的类似了，一样啊。那《大智度论》讲的也一样，只是他翻译的不太一样啊。他说我生胎分界啊，那么。这个是最末后生，他就是要出生死了，出老病死了啦，啊，然后我以得解脱当护度众生，度众生这两件事，第一个，这是我要成佛，这是第一件事，成佛就是他要解脱了嘛，啊，那么阿罗汉跟佛最大的差别就是度广大的众生跟没有，就是比较没有度广大的众生或广大众生不一样啊，就第一个我要成佛，第二个我要度众生，后来这个就是变成我们的菩提心嘛。成佛度众生，成佛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成佛是为了度众生，那要度众生才能成佛，后来就有所谓的波罗蜜，不是波罗蜜了，波罗蜜啊，成佛的资粮啊，所以说他是我成佛，我来这里是成佛的，我成佛是要度众生的，那到了大圣经典都特别强调，那为什么都是解脱，都是阿罗汉，那佛这尊阿罗汉不一样，所以就开始研究有所谓的波罗蜜到彼岸成佛的资粮，成佛的资粮。那么成佛的资粮之后啊，那么开始就重视，你如果要成佛，你必须要具足像佛这样成佛的资粮。后来就有所谓的六度波罗蜜。那到底要具备什么？各个部派讲的不一样哦，各个部派讲的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基本上《般若经》讲的六度波罗蜜，后来有十度啊，六度波罗蜜基本上是一大众部的。那其他的部派讲的是。波罗蜜是不一样的。好，那么
这个之后啊，像经典里面就会比较强调，你要度众生，你才能成佛。你成佛是为了要度众生，后来就变成所谓的菩提心，后来非常重菩提心啊，其实是这样来的。好，那我们再来看啊，这个是《普要经》，然后来看善见律。善见律毗婆沙啊，毗婆沙就是论了 啊，就解释善见律的啊。那么卷四啊，我们就来看一看，看一看其他的经律论都是怎么说这一件事的。然后我们再回头来看大智度论说的啊，这样我们就会更清楚啊。那他说堕地。大家也可以画一个图，然后把这一些做比对了哈。啊，因为我们的黑板有限啊，所以我们就只能够这样啊。堕地行七步，它不是堕地行七步，它是堕地向北行七步。它开始有一个特定的方向了。你看《易读经》也没有说特别向哪一个地方啊。然后它开始有所谓的向北行七步，那这里只是堕地行七步啊，你就会发现到它有一个发展了啊。好，堕地向北行七步，那他说什么呢？天上天下唯我为尊啊，他只是讲这样，跟《阿含经》讲的一样啊。他说天上天下唯我为尊，唯我啊，就讲这样而已。好，来看本行集经。本行集经是本行集经跟佛手行赞都是集所有佛传的大乘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如果他出自于本行集经或出自于佛手行赞，我们如果比对一下看大智论的，基本上应该多数从佛手行赞里面出来的比较多了啊，但不一定啊，因为我们说他是集大成者。那么佛传的集大成啊，这上次应该是上一堂有讲啊，就是佛传的集大成、佛手行赞跟佛本行集经啊。好，那其他的都是各部派的。好，那这里我们来看一下本行集经啊，有佛说本行集经和本行集经啊，本行集经。这个有60卷的啊，《本行集经》卷十。好，我们看他怎么说。他《本行集经》就讲到向四方各行七步喽。你看到《本行集经》啊，因为他是集合大家的嘛，所以如果也讲到那个时候讲到四方啊，他只是讲各行七步。各行七步其实就是向四方了，四方各行七步啊，各行七步。那么我们会发现到后来就会越讲越详细啊，像摩登伽女跟阿难这一件事啊，你就一样啊，你如果集合所有的经律论来看，你就会发现到啊，越讲越详细，越讲越多，越讲越厉害啊，就变成这样。好，那么住于东面，住于东面是最后再往东了，那最后往东，那前面是往啥？东南西北嘛。那你就比如说如果是这样啊，从南然后往西往北往东，那最后是往东啊，或者那这里说的是向北啊，向北行七步，那向北行步它就是面南嘛，啊，他出生的时候是面南，那一般来讲是这样啊。摩耶夫人在树下，她树攀东枝，就是她摩耶夫人的手啊攀住这个树，啊，那生下来的话啊，这个是东攀树攀东枝嘛，这边是西。如果照经典说了啊，我们把它综合起来看啊。那摩耶夫人的树是抓住树的东枝的，所以它是 面向怎么样？面向南北的，啊，通常是这样，啊，那释迦，所以它是这边如果是这边东西，这边是比如说假设这边是南，这边是北，啊，然后它攀这里，然后它就是面向这里，然后就往这里走。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啊，然后它可能比如说摩耶夫人在这里，然后它攀的这边东枝这边，然后它就是面向这边，然后向北。如果是依善见律毗婆沙的，它就变成这样。好，好，然后他说住于东面，就是四方各行七步。到这个本行集经，他已经是讲四方了。但是他虽然讲四方，他没有说四方都有讲啊，他只是讲各行七步住于东面。所以一般来讲就是四方各行七步，但是他只讲一句啊。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啊，他只讲什么啊？到东面这边啊，他只讲啊，那么讲什么啊？
一切世间唯我独尊，唯我最圣啊，到现在都差不多一样哦，讲的多半都一样哦啊，一切世间，一切世间唯我，唯我独尊。唯我最圣，都差不多了。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了，大概就这样啊啊。我们总结就是这样。好，那么我今当断生老死根。好，那么这个就比较没有讲到啊度众生，但是一样，他后面应该比如说要度众生啊，这个就是天人师的意思啊啊，天人师的意思啊。那这个讲到一切世间了啊，他们并不是讲天上天下而已。那天上天下当然都一切世间，天下天以下就有六道嘛，啊，基本上是这样。但是以人为主，我今当断生老死根，啊，生老死的根本就是轮回的根本了，啊。那这个是本行基经讲的。好，我们再来看哦。后来就他虽然讲四方各行七步哦，但是他也只讲这一句话而已啊。那么一切世间唯我独尊，唯我最圣啊，就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了 啊，我要断生老死根，要度众生啊，大概就是这样。啊，他是他后面没有讲，他讲这样好，在底下看啊，你会看，没有发现到越讲越多，越讲越多。好，然后另外《众许摩诃地经》，《众许摩诃地经》跟有部是同本意义啊，就是《众许摩诃地经》跟有律的这个破身寺里面佛传，里面有佛传嘛？上次我们有讲佛传啊，那么它是同本意义来的。好，那么虽然是同本意义，但是翻译的人不一样啊，或是他可能稍微有一点改变，要不一样，时代不一样，翻译出来的可能就不一样啊。比如说《楞伽经》，你看这个鸠摩罗什，不是鸠摩罗什啊，这个禅宗的祖师达摩来的是14卷楞伽，求那跋陀罗翻译的，后来就变成7卷的楞伽，后来变成10卷的楞伽，你就会发现到，就是经过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不同的翻译者，他基本上这些都会产生变化。我们要很合理的看待这些经论。好，那么《众许摩诃地经》啊，这个其实是说一切有部的佛传啊，但是翻译的人不一样，或是他也许拿到的版本有一点点差异，不太一样啊。《众许摩诃地经》卷3啊，你看，你会看到变化哦。你们看前面的一足经很简单，左右是啊，这个三界不安何可乐者，就讲这样而已啊。那到了这个像长安经啊、普药经啊，它就变成走七步啊。那么天上天下唯有独尊啊，我来这里是要度众生的啊，我会出生死啊，断生死啊，大概就这样啊。三界律大概这个就是两件事啊，就是两件事啊。那如果像一足经就是三界不安何可乐者啊，就讲这样而已。那这里就变成啊。第一个啊，我是来成佛的，天上天下唯有独尊啊，我这成佛就是最后一生了嘛，不会再轮回了嘛，也不会再来了嘛啊，然后我要度众生啊，大概就这样，然后再来就特定的方向有向北啊，然后只是长一方而已啊，然后再来就是走四方，然后讲一句话，四方然后讲一句话，然后再来就是走四方讲四句话。走六方讲六句话就变成这样了哦。好，我们看啊，这个很多人不知道啊，就是你没有比对过，你基本上就不知道哦。原来，那你说你要相信哪一本？各个部派相信的不一样啊。好，那我们来看这个《众许摩诃地经》卷3啊，这个大家回去查都可以查得到。它一样，四方各行七步。你看，它这个只是四方，然后重点再讲一句话而已。他也是各行七步了，一样各行七步，啊，然后在东面的时候讲这句话啊，那这里是四方各行七步，所以你就会看到它的变化了，它的变化啊，就越画越大，越画越大。好，那么观察四方，啊，后来都变成讲观察四方了，啊，那么最原始的就是左右视而已啊，左右看而已，啊，啊，观察四方。好，那我们来看哦，他没有啊，他说四方各行七步，观察四方是后来跟有律说的啊，但是他只是讲四方各行七步。好，那么但是他没有讲什么，他只是说东方表啊，东方
他说表示啊，那么走四方是表法啊，表涅槃最上。那我们可以跟他同步派同本意义的根有力来比较啊，表涅槃最上。那他这里说南方表利乐群生，就变成四件事了，本来是两件事，后来变成四件事了啊。你可以说本来两件事，后来变三件事了。啊，就是天上天下唯有独尊，我要出生死，我要度众生，就变成三件事啊。那这里是变成四件事了啊。然后他这里是南方涅槃最上，南方表利乐群生，就是表法了啊，表示了啊，表利乐群生啊，就度众生啊，表利乐群生，利益安乐一切众生啊。然后西方表解脱生死，啊，这里就分成四件事了，表解脱生死。北方啊，表永断轮回。我看起来还是两件事了啊，或是三件事了。那这个是《众许摩诃谛经》，那么跟它同本意义的《根有律破生事》卷二，他说第一个啊，他是行七步观察四方，那后来基本上多数的都是这样写，行七步观察四方，最简单的就是我们说《易筑经》的左右是这样啊。好，那么他讲啊，此是东方啊，第一个此是东方。第二个，我们先把这个写好了。此是南，此是南方，西方、北方，此是南方。第三个，此是西方。第四个，此是北方。好，东南西北。他讲，我是一切众生最上。如果我们比对，他是同本意义哦。我们比对来看啊，他说这个是表涅槃最上。他说南方，我看众生之所供养。啊，你看翻译的人不一样啊。那么他是利乐群生。那么西方，我今决定不受后生，这个是龙树讲的，我生胎分尽，我今决定不受后生，这一生是最后生的了啊，来成佛了，菩萨的最后生，一生补处的最后生，如果是阿罗汉的最后生，他基本上啊，如果不是在这里，那就是在五不还天啊，其实是这样啊，我今决定不受后生。此是北方，我已出生死大海，我今已出生死大海，已出生死大海，我已断生死，基本上还是两件事了，你看他这个就讲有断轮回，解脱生死，然后利乐群生，这个是涅槃最上，但是他没有讲，他只是直接讲表什么表什么而已。好，那我们再往底下看，我们再来看啊，如果是啊，那么讲这个开始有讲举右所的啊，那么过去现在因果经啊，那等一下来讲六方的啊，还有讲六方的，这个是讲四方的而已啊，一方、四方、六方、十方啊，那都讲些什么啊？那我们看过去现在因果经，这个也是佛传。他说行七步举右手，后来我们的浴佛都是这样的啊，都是一个太子，然后举右手，然后一只手还不但举右手，有些他还这个举这个右举这个食指啊，一般还举食指啊，一般都举右手，然后一般还举食指，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然后这怎么来的啊？基本上都是可能就是依这些经论综合而有的了啊。好，行七步举右手，那么讲什么呢？我于一切天人之中最尊最圣，你会发现大概一样啊。我为一切，就天上天下唯我为尊，唯我独尊啊，意思是一样的。不过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念起来顺多了啊，简单啊啊。他我于一切天人之中最尊最圣，
因为他未来要成佛的嘛，而且只有他一尊佛，只有他一尊佛，没有除他之外没有其他的佛，啊，就这个娑婆世界啊，啊，最尊最圣，无量生子于精进，啊，就最后一生啊，其实就是你看翻译的不一样啊，但是道理里面的内涵是一样的啦，无量生死于精进，此生利益一切人天，啊，一样三件事，第一个。我是来成佛的。第二者，这是我最后一生，我会出生死。第三个，我会度众生。啊，有时候这两个放成一个，有时候就拆开这两个。那么这个是我们说开始有所谓的举右手。好，我们先下课，大家先下课，等一下再来讲。